所在，阮团长是真有台湾意识啦。我即摆食伫遮，我就感觉讲哦，足感动。诚品书店，这诚品书店较早是西门町走的呢。这就表示咱不是一个庄家，总统出现了苗条，国会要改判，啊，拜托大家来开心，啊，我们双方友好，所以阮立委，阿将国民来当选，感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